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老朋友全真，欢迎来到全真解说啊！给大家送上的是街霸国际局，那看一下有一批恶魔军团韩国啊，韩国选手对两批浪胜啊，浪胜的话看似有点轻敌啊，上升了自己的白人啊，对方已经红得发紫了，要小心啊，小心，都已经捏紫了，所以说已经是豁出去了啊！浪胜为自己的轻浮付出了代价。啊，你不是轻敌，你是轻浮，兄弟。起手，好看一下，好的，这个神龙不错，海量的血。啊，浪神很少见的用了白人，当然他还会用神僧啊，神僧的话也是玩得很溜啊。好，要满编上下泽，反身跳。哦，起身捏，有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好，满编起。一，再来，啊，倒地，近身，打一穿身，漂亮，啊，重合逆向的一个转身，再来，重合身位，起身，升龙，一波，两波，再见，哎，啊，没有晕，啊，不科学，不能这么玩啊，不能这么玩。好，来看一下下一局啊，好了啊，被锅炉烫了一下，手肿了几个包啊，所以说浪胜的话赶紧包扎一下，换成自己最擅长的大兵啊。很久没有看到浪胜浪了，我们要赶紧浪起来，赶紧捏起来，新年新气象啊。啊，我们要早点支棱起来，走。哦，漂亮啊，对方这个带电飞行确实非常的危险。一二逆向，好，卡住板边，你看这个闪电都有点诡异啊，不叫闪电啊，这个电钻。好，重合一下，哦，漂亮。那对方以为他要抓，直接是一个脚刀，走。啊，红的发紫的魔鬼军团，恶魔军团遇上浪胜，要再见，打晕了，一二三四，该来的还是要来，打晕，起跳，双波连，哦，好招啊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你啊，浪起来了，放心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浪胜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刷起来，旁边倒地，刚才这个逆向后马登空进来吧，兄弟，这边暖和啊。我来给你送温暖来了，一个摆拳打晕了自己乱动，双柄，哎，从天而降的捏法竟然没有来，有点不科学。好，压个硬直，再捏，反身跳，后手，一波反身跳，啊，反身跳制裁对手啊，落地的话一个波安全招，除非你，啊，一个踩头，踩头的话也是极具危险性。对方已相杀成功啊，想逼板边抢招，好来了，好背啊，开始点背了，兄弟，开始点背了，路走窄了，完了完了完了啊，你不应该按这个按钮啊，啊，也可惜。啊，不能这么玩，不能这么玩，好，一波走，两波起跳，好，自己进板边，你惯得了谁？完了，再捏，啊，路走窄了，兄弟，啊，乱动吧，兄弟，哎，哈，太神了吧，这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小捏手，这一下五连，哇，这个五连很有想象力啊，全是用中手连的，没有用重拳，很有意思。啊，中手五连，哎，又打开了我们的新世界。好，要板边，好了，对方不来了，骗你脚刀。哇，这个电钻打乱动啊，应该是。连续两腿牵制，你不动我就背你。啊，又是把路走窄，兄弟。又要被制裁啊！我们坐等从天而降的掌法。啊，兔年还没有看到从天而降的掌法啊，看看今天有没有这种机会。好，近身，把警察压半边，非常的慌啊。这个电的话效果也是特别的明显，
这个钱没白花。好，进来，完了。好，开始点杯。你不背我才怪，我不背你才怪，兄弟啊，丢到死。冤冤相念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他外妈溜的话就是这么直愣。走。好，飞过来，对方急于求成四连，这个四连再见，漂亮，冲天剑的掌法终于来了。啊，这一套，这一套完美。真的完美，不愧是浪圣啊，终于支棱起来了，非常的帅啊，刚才这一把。好，自己退守板边，走。啊，没有先手后，但是对方是一个轻的攻击，这样的话落地帧数的话并没有领先。好，软腰一波起跳，一波两波，那卡住对方的位置，始终动不了啊！起跳过来，漂亮！轻打兵的话，压不住硬直，那只能被牵制到死。跳波也不是那么顺利，对方就是连着你打，要抢招失败，再来一下乱动，完了！打晕了吗？打晕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冲天下的掌法吗？啊，双柄，双柄传奇！哇，最后一下啊，什么鬼，可惜了啊。十二血被对方跑了，再来一波发反了。呜、哦、啊，你要去哪里？这边风景独好，下来凉快凉快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景时候记得关注感受看，下期再会。